那他说什么？他心情不好，为什么？但是我今天不想要踢足球，才能跑得像花豹一样快哦。他心情不好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心情不好？那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。这是狗 狗他们在聊天，对。九九哥在。那他爸爸说什么？公车的时候，爸爸说：“豆宝啊，早餐多吃一点，才能长得像大猩猩一样壮，换上舒服的鞋鞋。”在山上的爷爷和他的苹果园里采收了好多苹果。不可以吃。